而家咧就每人有一個書籤，咁就有個號碼嘅。咁啊，有啲特別嘅禮物係送俾大家，但我只有帶咗三個。喺2007年到而家，我每一年都會去蛇山聖母嗰個地方咧，係去做朝聖嘅。咁啱啱翻咗嚟啦，咁啊帶咗有三個蛇山聖母像，咁係睇邊個幸運兒啦，可以攞到。咁啊，大家最快嘅速度抽sorry 啊，我唔記得嗰個應該係我抽籤㗎啊 ，sorry 啊，大家接翻佢，等翻落個袋，唔好意思啊，師傅，我搞錯咗，淨係攞聖手，聖手係你哋 keep 住嘅，同埋一個 number，OK，sorry 啊，接翻先。個 number 唔